下一组，凤舞对木摇。 凤舞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要是真上了擂台，丢面子是小，不小心受点伤什么的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没比试呢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。再说，我还想听你叫我爸爸，怎么可能现在就认输？口气挺大的嘛。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咱们就动真格试试好了。小五。 你一定会赢的。凤舞，今日既然是比试灵力。 此次试管入学，师父十分重视，希望我们碧落宫的弟子都能有好的成绩。凤舞此次重新修炼，无论如何，都是我们的心头大患。今天这场比试，只许胜不许败。你是火修，我们碧落宫是水修，水克火，这场比试你注定是赢不了我。那得试试才知道。 什么水袖？糟糕！没想到这家伙的灵力居然提升如此之快。 现在上去，就算违规，凤舞就失去资格。说好的不伤和气，你这一下下往哪儿爬呢？比武试炼，各安天命。 你我本就有赌约，还奢望我对你手下留情吗？你若是现在投降，我还能放你。 不然我就砍断你的双手双脚，再取下灵铛。你做梦！
我求你了，认输吧！赵夫子，这个牧羊哪是在夺灵的，这根本就是冲着人命去的，你就看着不管吗？台上弟子不认输，按照规矩，我们无权干涉。这位弟子若是觉得力不从心，认输便是。 我才不要向这种人低头。父母，赵夫子。 这场比试，牧瑶。这场比试吗？没有想到，这丫头的灵力是险中激发型的。